他这个船开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撞两下，一下船头，一下船屁股。不是正常情况，座舱中毒了，失血了呀！动作上手术上火，然后呢？动作上手术。医生没出来是吧？我来。医生谁放出来的？没放，没人放。船屁股他们已经有人去修了。你吓我一跳！靠！没有，他只是一个人出来的。我说你怎么出来的？我也拿没事的。那我因为这边熊已经打掉了，所以可以去这边拿煤。但是到了这里之后，不知道煤被谁拿了。都拿这里、啊。医生就拿了四块。啊，这里应该还少。厨师去狼洞吗？厨师。那我跟厨师说一下，准备去啊右边的狼洞。等等等等等等。有木头就打一点。